特写。我汁料多又喷汁。好了，这是我们上次走错的路线。你又在录影。这是我们上次走错的路。这边上去是接那个烧来的。好了，这是我们目前现有的组员。除了上次没有空地成功的人员，突然多一个阿 Ken。好吧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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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对啊，噔 Go Go Go， 好，没错，有熊就跟里奥纳多一样跟他拼的就对了。竟然捡到一个木头 ，Ken 已经开始在消耗他的那个饮水了，饮水了。然后往左边走是隧道口，0.2K， 右转是云嘴山1K， 露营吧。这里有很有里奥纳多的《神鬼猎人》的 feel。假设一直排地球上的话，然后顶到天花。这棵树有一天突然觉得它不想再长高了，就长到这里，就突然打个就是吐完。也许它到这里才意识到了。阿雷达雷达雷，阿雷达雷达那个那个啦，啊啦！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像是要站吧。我们现在到了云嘴山的手机号真的好凶哦，攀岩的地方。这里开始要吃的是手臂的力量。后面陆续有人来，我们要冲了。阿 Ken 有什么感想要发表的吗？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出发了，冲！可以，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不过等一下，我们到山顶，360度的视野应该会更赞。嗯，好，来了。唯一的最快乐的路就是溜下去。哦，阿姨，呜啊哦，我爱哦，爱哦，哇，俊干手工，太陡峭了吧？哦，阿姨，呜啊哦，阿里阿龙。你要算了吗？反正我你要拍一张是不是？好，继续前进。成功！哦，这个很痛，
你老婆交代我帮你拍，你要用什么拍？用你的拍就好了。好的。站上去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你老婆都好交代了，你快站上去啊！都已经到这里了。对，那一点都不帅啊。在这个尖尖的上面呢、啊，放在尖尖的上面呢、啊，可以吗？好，等一下，我们是录影，我们要拍照，不行，人家呢？没在脚看起来，看我在抖了，快点，一点都不帅。怎么会有人讲这种话嘞？下山比较累了。啊啊一五啊哦，哦哎哦，哦啊一五啊哦，哦哦啊哦，哦啊哎哦，哦啊哦。烂呢、欸，阿比大佬。又回到上次的这个点，天气又更好，那边小阴，阴阴的，应该不影响今天的整体气候。看呢，看好喽。对啊。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看到这个景象就傻眼了，对啊，而且还看到小朋友爬，我靠，这小朋友怎么了？觉得是小朋友手脚比较灵活，对不对？是吗？灵活度有差，对不对？我、哦、看到小朋友噜噜噜噜噜下来了，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这是我们在那边坐大概20分钟吧，你这边看。满满的人哦，满满的人，超夸张。今天人真的比较少。水晶蓝。下来的概念，你滑下来膝盖也会。好，谢谢，拜拜拜拜。这边是，27.5哎。对啊，我就跟你讲27.5。
这边怎么是27点？因为你上次一直跟我讲它是27，你们要走的进山队啊。哦，27.5了。OK，Finish， 再见。我怎么觉得这个步道比较长？